御府 Y 系列全新产品 Y68、Y87和Y98 三款产品都拥有丰富的配色，蒸汽朋克、星际迷航、流浪者号以及糖果工厂，外观上金属饰条的装扮搭配右上角的金属物理切换旋钮，轻轻一转即可切换连接模式，键盘顶部设计电源开关、 2.4G 接收器收纳仓，标配主题配色行插线，键盘背部是金属名牌以及磁吸脚贴垫，采用双色 PBT 键帽，字符清晰不打油，且更加耐磨。打开开关，取出 2.4G 接收器，插入电脑，拨动旋钮到 2.4G 位置即可成功连接。如果你是蓝牙连接，拨动旋钮至 BT， 同时按住 FN 加 Q， 电脑或移动设备搜索连接即可。 Y 系列提供了三组蓝牙模式，键盘支持 WinMac iOS 操作系统，在 Y68 上还有 DRFN 功能，通过组合按键可以实现全尺寸键盘上的所有功能。御府 Y 系列全系搭载 TTC 金粉轴 VR 和快银轴 VR， 针脚镀银防氧化，线性手感。升级版金粉轴 VR 轻柔顺滑，安静体验适合居家和办公。而本次首发搭载的快银轴 VR 按键反应更加迅速，是竞技优选，并且两种轴体版本均采用 TTC 五角轴座，兼容市面上大多数轴体。键盘内部拥有 8.1 毫米厚度的硅胶垫，并配有硅胶夹心，提升用户打字体验。大键均采用了御府全新调教卫星轴，出厂润滑，减低大键杂音。平衡感由镀锌钢升级为不锈钢，手感出色且耐用，配备 Win 版 Mac 版驱动。在驱动里你可以设置灯光、改键、录制红命令等等操作，键盘的灯效种类众多。最后，御府 Y 系列丰富的配件、升级的包装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得更放心，使用更安心。